国内篮球运动员去美国训练效果怎么样？对比图告诉你答案。今年很多中国球员远赴美国专业训练师训练营进行锻炼，个别甚至自己处理全程的费用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国内也有训练师，为什么要大老远跑到美国去呢？显然答案很简单，那就是美国训练师的水平要比国内的强太多了。国内篮球运动员去美国训练效果怎么样？我们可以看看那些远赴美国锻炼球员对比图就知道了。上面三名球员是来自 CBA 劲旅辽宁队的，从上往下分别是李晓旭、贺天举、连林三人。从照片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三个人的身材变化，相对于刚刚开始的白斩鸡，他们训练后线条明显，在国内这样的身材算得上完美级别了。在美国待了将近两个月时间的控卫刘晓宇变化同样十分明显，相对于之前身材，训练后腹肌明显，而且整个人明显壮了一圈，效果也是肉眼能够分辨得出的。不得不感叹，中国篮球和美国篮球的差距是全方位的。